正确报，这个机器要报的时候要注意。好，我们在报的时候呢，不要报这个上面，不要报这个上面，报久了这个会容易摇晃，螺丝松掉了。所以我们一般是抓底部，底部抓住，这边把它固定起来啊，然后这样子抓，不要抓这边，都不要抓这两边，抓这个上面，这样子，这样是可以移动的啊，或者是两只手抱底下，这样子移动，这样子。千万千万，移动的时候不要抱这两个这样子抱，不要抱着这样，不要这样子抬，这个会容易变形。